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啦？那这局长也太霸道了吧！你都有人了，还死缠烂打追你啊？主要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出了点事儿，一直都不在西安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会来找你吗？那这个人值得你等待吗？他是个英雄，英雄不见得是个好丈夫呀。这是姐的经验之谈，不过也不都绝对，这还得看个人情况。话又说回来，要是能嫁给一副局长啊，也挺好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以后你的生意呀、生活呀，都不需要你操心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接受那个胡振宇啊？哎，不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么大个事儿吧，还得你自己做决定。我这也不知道，也不好瞎掺和。不过你怎么选择呀，姐都支持你。好啦，咱不想了啊，你就住在姐这儿，慢慢的想，什么时候彻底想好了再说。大哥，我听说赵小姐不见了。居然把他吓跑，应该没事儿，面馆还在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你赶紧去查查赵志一在陕西还有什么亲戚，马上去办。共产党的县政府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几次三番的阻拦我们在黄牛堡设检查站，还说我们没权在那儿检查。没王法了，我们可是政府直接任命的，几个土八路敢阻拦咱们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是不行了。就是，倒是和咱们抢地盘，是该教训一下他们了。这一次，可是你死我活的事，咱们现在管不了什么国共合作、统一战线了，必须把他们赶出去。下面我说一下作战任务，查二宽常队长。你从来保安团就是小队长，底下很多兄弟不服。这一次，我们就给常队长一个机会，让所有人都闭嘴。袭击共产党县政府的任务，就由常队长带队打头阵。你把保安团吸引过来，一大队、二大队，从两面包抄，断了他们的老巢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是。一、怎么一训练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，老跟没睡醒似的？就你这样的，你知道你上了战场没等趴下来就让鬼子打死了，你信吗？哎呦，葛十三呐，都传你上过战场，杀过鬼子，我看你这样，我真怀疑你到底杀没杀过鬼子。杀过。这事儿有什么可显摆的呀？而且我。不止杀过一个，同志们，你们看他这样，相信他杀过鬼子吗？不信！搁这瞎起什么哄啊？你瞧你，还没这枪杆子高呢，起哄，真是！哎，你们要不信啊，那你们就出来一位啊，跟我单挑，挑一回，我保准你们相信。怎么样，谁来？挑，葛十三，你也别跟他们练，他们都是新兵。你不是老兵吗？班长陪你练练。来，班长，这要把您伤着就不合适了。伤着我？啊，你能伤着我？葛十三，
你今天要是把我伤了，你今天就不用训练了，我给你放一天假。真的呀？真的。来。那也不合适，你看这么多新兵呢，您要是输了太没面子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来，葛十三，班长跟你练练。来，别，哎，你别跑，不合适，跟班长练练。班长，葛十三，你别打我，班长。班长，这样不合适啊！葛十三，班长，葛十三，我命十三，我命令你给我站住！是，我管不了你了，还来，班长陪你走两个。班长，这你别逼我呀！我逼你什么？我逼你！哎，班长可好？这两天还是练了哈，练得不错。别打了。呀！班长，住手！别说技术，点到为止。干嘛？就得要。葛十三，到。我知道你杀过鬼子，有经验。我希望你把经验拿出来，跟大家分享，而不是用在争勇斗狠上。你浑身是铁，能撵几个钉子？打仗要靠集体的力量。要说打仗嘛，你是个好材料。但你本身有个人英雄主义，让你到这来学习，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，懂吗？懂了。好，大家接着练吧。继续练。新姑娘太不容易了，这拿他们当炮灰呀！这是。你小点声。让外头看着去，你们俩也别掺和，过来商量商量。你们看啊，如果咱们袭击了共产党政府，那就是破坏国共合作，一旦共产党怪罪下来，那就是死罪。要是不打，他们会说咱们违抗军令，也是死，反正就是进退都是死。新姑娘太黑了，说说，你们都什么意见啊？你看平时不叫你们说吧，你们叨叨叨叨叨叨，现在叫你们说连个屁都没有。哎，你说说，我没想好。你没想好，你来个屁你？那你说，我是说。他们是不是叫咱们偷袭？是啊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想啊，咱把这消息先放出去，哎，共产党知道了，让他们有准备啊。那咱们偷袭就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那是人家有准备了，你总不能让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去吧？不是，他要说咱临阵脱逃呢？也对哈。咱只有一个办法，收拢你跑吧。跑？你往哪儿跑？你要是跑了，人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抓回来枪毙。你是逃兵啊，那咱一点活路都没有了。你这不商量，这不商量上的吗？想，你就多想想。队长啊，我给您拿了点东西。别，您千万别这样，我不会收你东西的。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啊，别，您看一眼。我先出去了。
上线挑衅你的，教导员那么说你不公平。在谁的地盘就得听谁的，啥公平不公平？哎呀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烟瘾犯了。我说这么燥呢？如果你实在受不了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你有啥办法？老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延安有个亲戚，他那儿有这个。刘谦，跟，保住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队伍集合完毕，请将出发。出发。是。赶紧动员，向右转，往后走。跟着他们，如果他们敢退下来，马上给我抓人。同志们。真没事啊？没事儿，这要被人发现就完了。哎呀，发现不了啊！发现不了。谁呀？姨父，是我，志伟。哦，志伟呀，这么晚来干什么？哎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可不要再来了，现在查得紧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他受不了吗？对方已经有准备了，偷袭是不可能了。撤。啊，大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的，谁让你撤了？给我回去！对方已经有准备了，偷袭不可能。我们这么上去，那不是送死吗？少废话！临阵脱逃，我毙了你！你毙了我也没用。我的任务是偷袭，现在没法偷袭，我拒绝接受送死的命令。你小子还反了天了，给我绑了！大哥，什么情况？都给我住手！团长，一群无王法的土匪。陈二环，让你的人把枪放下。撤退的命令是我下的，跟我兄弟们没关系，别难为他们。我让你把枪给我放下。兄弟们，把枪放下。带走，带走。把陈二宽给我带上来。
唐二宽，不是我为难你，你违抗军令，临阵脱逃，不得不抓你。这他娘的就是一陷阱！我要见特派员。等我宣布你罪行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见到他。把他给我押下去！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常二宽他违抗军令，临阵脱逃，我把他抓了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当时情况特殊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兄弟们的安全负责。这件事如果不予以严惩，我以后队伍没法带了。这临阵脱逃的现象，在保安团也不是头一回了吧？我记得城南争夺。镇北头化街的保安团里，不都出现过临阵脱逃的现象吗？这乡政府他也没追究啊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常二宽，当时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吗？应聘，只能让兄弟们白白去送死。可他违抗的是军令，命令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难道错误的命令，非得去执行？对对对，特派员说的是。像这种情况吧，你得先跟顾团长打声招呼，不能擅自做主，懂吗？是。顾团长，他毕竟刚来，这有些规章制度，他也不明白。你当团长的，多帮帮他，啊？没问题。谢谢团长。不客气。胡老先生，县里对这次您家遭遇土匪这个事非常关心，特派员特意让我来看望您和夫人，责怪我们维护地方治安不力，让您受惊了。谢谢，顾团长能亲自来，我不胜感激。我这次来的目的，一是看望您和夫人，二就是商量什么时候剿匪。你们早就该来剿匪了。就你们那帮！帮我个忙呗，让我再去你那亲戚家吸一口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老徐会被发现，太危险了。我这事实在受不了了，真的，再去最后一回，太难受了，这抓心挠肝的。哥哥，你这烟得赶紧戒了，要是万一被发现，会连累到我。知道我知道，早晚得戒，能不戒吗？这不受不了了吗？就这一回。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！行，我帮你。我以后我要是有事儿，你得帮我。哎，那没问题，啥事儿都行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小姐，水果都洗干净了，放哪了？哎，我问你，我爹刚才不是要出门吗？去了吗？保安团的顾团长来了。他们在一块儿说话呢。哦，顾团长，他来干嘛？好像是来商议打土匪的事儿。哦，那这样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就不去了。老爷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身子不舒服。哎，去吧。好。你说你烟瘾这么大，这老偷偷跑出来抽，他也不是个事儿吧？谁说不是啊？哎。
我他娘的都后悔了。你说要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在国军呢。是啊，那你当时咋想着来了延安了呢？哎呀，不瞒二位，原来兄弟我在国军那儿也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小兵。我不是想着，好歹也算上过战场、杀过鬼子嘛，这样投奔八路，没准能被重用。谁成想呀，不但不被重用，反倒监视我。那咋的？就因为我当过国军，当过土匪，真他娘的！这样，你立个功，你代工投靠国军，是不是能混一个一官半职？我立功？啊，我拿啥立功？哼！这我倒是可以帮你。你俩到底是干啥的呀？实不相瞒，我们是军统陕西站潜伏组的情报员。霍小姐。哟，霍团长来了，来来来，请坐。哦。霍小姐，刚才跟你父亲吃饭，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特意来看看你。谢谢团长关心，现在好多了。哎，今天团长来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一是来看望一下你父亲。二是顺便商量剿匪的事。哦，保安团真的要剿匪了？我过两天就带兵进山，几个小毛贼而已，我一口痰就能淹死他们。来，喝水吧。霍小姐，你比我上次见你漂亮多了。霍团长又取笑我。哎呀，这里可跟日本不一样，风大又干燥。这几天我这脸上长了好几个小痘痘。有吗？有啊，就在这儿。你看。我看看。团长，注意点儿，这要让别人看见了，你说闲话。这怕什么？没人。我帮你看看。你是不怕？怕。我还没结婚。胡小姐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见你。自从上次一别，我特别想你。顾团长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没分寸。我可听说，团长您是有家的人。我那个家不成体统，不瞒你说，我娶那个女人完全是政治需要，我们根本没感情。那个女人不是我想要的，胡小姐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今天找我来是诉苦的。我就说看你们俩像干大事儿的人嘛。大哥，你说。你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肯定是也混不下去了。你抽大烟，还打了班长，他们能饶得了你吗？你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跟着我们干，我保证能让你立个大功，将来至少能混个上尉连长。真的呀？你也是聪明人，也清楚现在的局势。这抗战一结束，国共他势必会有一战。就共产党这点家底，他能打得过国军吗？大哥，我现在可是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你看我能干啥呢？这就对了。签个名。这是啥意思？这是你自愿为我们效力的保证书，你要走个形式。哦。
不会写字儿啊。你小子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都忘了，按个手印。这个好办。胡小姐，上次见面忘了问你，你在日本留学几年了？10年左右吧。10年了，那一定认识很多日本人吧？嗯，算认识几个吧。那有来中国的吗？顾团长的意思是，让我给你介绍日本人。不是，我就是看你在看这个日文书，随便一问。随便一问。不过呢，我明白团长的顾虑。你说现在这个年头，谁不想给自己找条后路？后路？我不明白，胡小姐说的后路应该去哪儿找啊？团长忘了，我跟您说过，顾团长是有影响的人。日本人，我需要你。问题是，日本人知道我是哪根葱啊？想让日本人知道你是哪根葱，不难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真想起来了，我确实有朋友在中国，不过日本人是很现实的，只对有价值的人感兴趣。像我这样的，我去找人家，人家还不搭理我。胡小姐，那你觉得我算有价值吗？
你小子啊，眼子可真瞎了，连我都被你给骗过了。哎呀，科长，这你可不能怨我呀，要怨就只能怨局长了，他让我装的。哎，你小子学会推卸责任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其实隐瞒这桩事情啊，这回是我出的主意，因为当时我摸不准这个政治委啊是不是有问题，所以啊，我就让他先去摸摸底。我想啊，弄得水落石出之后再告诉你啊。局长，哎，我明白。哎，葛十三，你是怎么发现郑志伟那小子有问题的？嘿，是这么回事，局长。我们俩头一次见面啊，是这部队组织新学员在山上割棒子。头一次见面他就知道我上过战场打过仗，而且还知道我们班长曾经他们家被土匪给抢过。你说这我就奇了怪了，都是新学员，他怎么就这么了解大家伙的底细啊？当时我就怀疑他了。他第一次让我抽大烟的时候，我就确定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我说局长怎么不让我追查你跟那个保安团队长的事情呢？哎，局长，你说破获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，是不是得给个奖章啥的？有啊，哟，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别想拿走，我告诉你，你抽大烟违反了革命军队的组织纪律。这么说吧，什么时候把大烟给我戒了，什么时候来拿着奖章。是。不过呀，说实话，这大烟呢，也许还真帮了他的忙。哎，你是不是抽这个大烟抽得很熟啊？一下子把郑志伟那小子就给迷惑了。哎，局长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能不能迷惑他，关键在这口大烟了。我说你胖，你还喘是吧？哎，那你别戒。哎，还是要戒，还是要戒。局长，其实这个奖不奖章的无所谓，关键是我想知道我这什么时候能结束培训回部队呀？回部队，死了这份心吧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啊，咱们延安地区啊，潜伏着国民党特务、日本间谍、土匪探子，还有各种黑暗势力。我和老潘商量一下子啊，你呢，有两把刷子。哎，有这个侦查员的潜质，对不对？所以准备把你留下来，当这个侦查员。局长，但我还是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。少废话，葛十三，马上收拾行李，到编报十里铺情报侦察培训班报到。又培训？啊。是。胡小姐，这一份是陕甘宁地区的军事部署图。很好，副组长。副组长，日本人知道我的事了？放心吧，特勤部现在非常重视，已经授命我成立梅小组。你就是小组的副组长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陕甘宁边区从事情报搜集。谢谢胡小姐。对了，我想在延安找个工作，先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。工作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在富士县政府有熟人。吃好喝好啊，我请，怎么样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你别忘了，我说我请就问，我他妈没带钱。哎呦呦，不行不行，那不行，卖血卖肉，这都酒钱，您必须得花啊！你们先吃着啊，我回去取去。哎呦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取去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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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把我压着？伙计，一会儿这人酒钱找他要啊！哎，哎呦，开始了。来，甭管这酒，咱们先喝好了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。
小姐，我走了啊。等等，刘曼，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你一直在帘子后面看我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小姐身材特别好，我就多看了两眼。是吗？我女儿啊，跟你岁数差不多，也这么好的身材，我一看到你啊，就想起我女儿来了。下回不看了。行，下去吧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看清楚了？千真万确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你记住了，这事儿跟谁也不能说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你还记得咱们的女儿李诺，后背肩胛骨的位置上有个胎记，你还记得吧？我记得，我们还开过胎记的玩笑嘛。可咱家这莹莹，她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让刘妈偷偷去看了，根本就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没有了？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，晚上。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晚山。人生。